今天呢，来教大家做提拉米苏。我们的提拉米苏就完成了，你们懂了吗？要大家试试看喽。好。哎，魏云，要不要一起来学？好。全班这么多人，就你一个人缺考。缺考？可是我那天真的有来考试啊。你有来考，我的成绩表上面没有你的成绩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教授说没有收到我的期初考卷，可是我那天真的有来考试，也有交卷啊。教授，他那天有来考试，排队交卷的时候，他在我前面，我可以担保。你真的确定他有缴卷？有。好吧，那你就找个时间来补考。好奇怪哦，我的考卷就这样消失了。还好教授答应让你补考。我最近要帮魏云做笔记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真的吗？每当了解未来，习惯的避而不谈，转换几次话题，对感情只字不提，害怕不经意泄露那句独白，一句我爱你一直没说出来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孤单就找个不停。你说夏莹最近都在帮你复习通识课的补考？对啊，他这么忙还愿意花时间教你。我记得网红盛典那天你还骂他。不要再提那天的事了，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污点。但是相处之后才发现，夏妍妍私底下是很好的人哎。我也喜欢上他了吧？拜托你不要乱讲啦。小勋你呢？我怎么了？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呢？睡在我肩膀，我转身就闻到哎。哎呦，感觉小勋最近很不一样哦。哪有啊？你不是跟夏莹有约？现在几点了？啊，要迟到了，那我先走了吧。快去，赶快去，剩下我来收。别担心，让我差点忘了。抱歉学长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是我做的棒蛋糕，不酸。学长，这个给你。什么？是柠檬塔，非常好吃哦。啊，不要担心，是路易学长做的。不吃柠檬塔，讨厌酸的东西。谢谢。神神秘秘的，真奇怪。他这么忙还愿意花时间教你。学长现在很忙。我也喜欢上他了吧？他的音他的声音，哦，就算是为他失意为他哭泣，我也甘之如饴，感谢这世界能有。写好了吗？
快了快了。喂，最近在西点社忙得还开心吗？还行。我看你也不是真的想做蛋糕吧？难道你是真的想做家教吗？上次学长现场示范效果很好哎，我们招到很多新生，所以我想下个月的特别活动能再邀请学长吗？可以啊。那社员都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他们哦，对学长比较有兴趣的。每当了解未来，但是我不是因为这样才邀请学长来，我是因为真的觉得学长很厉害。好，我知道，圆圆，你很用心，把社团经营得很好，是吗？我差点让西点社倒水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我的店里要招实习甜点师，你会想来试试看吗？真的吗？我当然。他不想去。欢迎来到路易的美食小课堂。我手机已经收了，对的。知道，还是有问题。